大片，我觉得跟 Gracia 合作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们总是可以给我非常像我的衣服。那比如说我现在今天身上这套苹果绿的外套，其实我昨天才刚刚买了粉红色的。在英国的拍摄经历了非常英国的天气，因为一下子下雨，真的等会会停吗？可以，然后呢？但是这临时天气还挺好的，刚下雨一下子出大太阳，然后可以感受完全英国伦敦的气候。今天在英国拍大片，然后可是呢，在碰到了荷枪实弹的警察们。